我想問下三位校長咧，咁你哋覺得今年嘅呢個校運會同之前嘅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唔同，或者係覺得今年有啲咩進步嘅地方咧？首先咧，我覺得今年嘅同學咧，唔知點解我自己可能我自己覺得即係好高興啦，啲同學咧都好開心、好投入啊！咁啊，另外就今年就嗰個場地咧運用得好啲，因為嗰邊咧我哋都有學生係即係坐曬喺度咯。咁其他就冇咩特別，大致上同上年差唔多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咁你哋覺得今一年啦，你哋喺呢個無論係場地啦、人手啦，或者時間，甚至係學部嘅安排上，會唔會有啲乜嘢覺得係創新啊，又或者係安排得比較好嘅地方 ？OK， 我嘗試回答啦嚇。咁今年有你哋呢一支嘅 crew 喺度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創新啦。十分好的安排啊，同學盡量參與。盡量攞多啲嘅經驗啦，跟住今年我哋有多一日嘅，舊年比較，我哋舊年得兩日，今年我哋有三日，所以我哋可以做更多嘅活動，安排更多嘅事項，等我哋個準備啊或者比賽嘅時間都充裕啲，做到更加好啲，我見到已經同學喺度跑緊㗎啦，係啦，希望佢哋係可以爭取到更加好嘅成績啦，好。唔該曬，咁我哋最後啦，咁不如我哋三位校長俾大家同學一啲寄語鼓勵下佢哋喺今次嘅校運會入邊有好好嘅發揮啦，好冇？咁我就覺得大家一定會工作人員方面咧，我哋都應該會有些少大家各有各自己嘅意見嘅。咁咧，我希望咧就係大家同學咧，大家互相體諒一下，咁咧同心協力一齊合作，咁咧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意見啦，咁咧令到嗰個會搞得更加好，咁呢個係我嘅意見咯。好，我寄語同學盡自己嘅力量，無論嘅成績係如何，只要盡咗自己嘅力就可以滿足噶啦。我咧就想期望同學咧透過呢個嘅校運會啦，可以體驗到就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唔該。唔該曬三位嘅校長，唔該曬。同學你好啊，我想問一下你啱啱攞第一名嘅嗰個獎係邊一項嘅項目？南美5000米。聽講你破咗聯校嘅紀錄喎，恭喜曬！我想問一下你破咗聯校嘅紀錄有啲咩嘅感想啊？我覺得係。好開心嘅，都獲得咗破咗呢個紀錄，都幾開心啊！我想問一下，你上一年有冇參加呢一項嘅項目啊？都有。咁你覺得上一年同埋今年，你覺得自己嘅表現係點啊？我覺得自己嘅表現係好咗非常之多，因為上年係20分20幾咯，跟住今年係獲得咗快咗兩成，差唔多兩分鐘左右。哦，咁你有啲咩想同幫你打氣嘅同學講啊？多謝他們幫我打氣，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想自己都不會跑到這麼好的成績出來。謝謝。古 Sir 你好，我想問一下你覺得這幾天的天氣有沒有影響到今次的運動會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實個天氣都開頭話個天氣係會落雨嘅，咁其實我哋實際上過到嚟咧都算係天公作美啦。雖然冇太陽，咁但反而其實對佢哋係好咗，因為唔怕曬同埋比較陰涼，咁反而其實暫時嚟講都係算係好嘅。其實個天氣，如果可以嘅話，你希望下一年嘅運動會可以新增啲乜嘢嘅項目啊？其實新增項目的話就要看回場地的允許啦，其實因為現在好像圓球比賽，因為這一邊的場地是暫時是沒有圓球的比賽場地的，我們就需要提早在聯峰運動場做了啦，如果可以的話，其實希望它在這裡有回圓球的場地啦，也都可以的話，我們可以增設一個跨欄的項目。你有什麼想跟比賽的同學說啊？盡力而為啦，其實因為其實喺運動會入邊嘅時候，都係希望每個運動員都係付出佢自己嘅努力啦，咁認真去對待呢個比賽，咁
同埋希望多啲參與啦。咁因為其實整個運動會嚟講，最辛苦嘅其實唔一定係老師，其實係同學，因為喺咁短嘅兩日三日嘅比賽入邊，可以報名參加咗咁多個比賽項目嘅時候，可能佢哋真係好攰嘅。咁亦都希望攞唔到獎嘅同學就幫攞到獎嘅同學加油啊、打氣咁咯。咁有翻個開心團結嘅氣氛咯。多謝會長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唔該曬。